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你终于醒了。我在哪儿？好冷，好冷。母亲，你高热不退，现在必须得降温。你坚持住，长哥他们就要回来了。还有米米，米米他们带着紫草，马上就要回来了。米米，我好喜欢他。孙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米米。啊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活下去，你自己来照顾他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起去狩猎，遇到暴风雪，又冷又渴，差点死在雪窝里。是你让我坚持下去，说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。后来真的有人来了。对，那次我没有骗你，这次我也不会，好吗？你一定可以撑下去的，听我说，坚持下去，不要睡。我从小就没了阿娜和阿唐，在奴隶营长大。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恐怕早就死了吧。你说这些做什么？若我没有你，我也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母亲，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，不要睡。母亲，清醒一点，母亲，母亲，别睡啊，母亲。他是你的朋友？是，他是我朋友阿隼。阿隼，快过来，给你介绍一下我在大唐的朋友魏淑玉。你朋友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哦，他性子就那样，你别介意。无妨，这位阿隼兄弟，阿隼。他是阿诗勒隼。是，他是英师的阿诗勒隼。我接到密报，英师和雄师出征漠北，全军覆没，他怎么还会活着？此事说来话长，阿隼还活着的消息还请你帮忙掩饰一二。会盟在即，我们不想惹更多的麻烦。这个我可以答应，但长哥，如果你当我是朋友，就听我一句劝，此人并非善类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
韦淑云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你放心。既如此，想来多说也无用了。长哥，我还有公事，就先行一步。可敦和小可汗今日刚到，我代表漠北向可敦和小可汗敬一盏。慢着，何不让你的侍卫替你喝呢？郡主的侍卫可真听话，看来郡主管教得不错。可敦可以代表阿什勒部出使长安，看来也把牙帐管教得很好。这事可不是你一个漠北侍卫该管的。公主是不是很失望？来的不是魏淑玉。本宫命你不许去找他。公主，如果你真心喜欢他，我便替你把他绑来，你们远走高飞便是。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。你要如何承担？以你的官职身份，若是我走了，阿爷雷霆大怒，你要怎么承担？我七尺男儿，上顾天地，下顾亲友，承蒙公主不弃。如果你把我看作朋友的话，我便替你筹钱备马，你自管走就是。我不走，我是永安公主。从我葬下小五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做这个大唐的公主，所以我不能走，我要去面对这一切。那公主是要去和亲？不，我不去，但我不想依靠任何人，我要自己去争取。好多，你会站在我身后吗？哥，玄哥哥，你来了，快上擂台去。我只是来观战的。什么来观战？来都来了，明明心里想帮你，还口是心非的。我不帮别人。乐嫣又不是别人。哎呀，玄哥哥，你先别说了。虽然我非常不想让你上台，但是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了，你快上去吧。
如何，还是无人敢上台吗？若是再无人挑战犬子，那犬子与大唐的婚约就算落定了。快去啊，沈哥哥！事急从权，先打了再说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解决。就是啊，哪怕长歌同意了，我也不会允许的。这什么情况？已经给了各位足够的时间考虑了，我再数最后三个数，若还是无人上台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三，阿隼，隼哥哥，你看他那个得意的样子，难道就不想揍他吗？二，快从这跳下去！啊，我。一，阿隼。还有我。你是谁？能赢你的大唐小卒